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都吃了吗？没有啊，赶紧回家吃饭去。我也没吃呢，看我买的啥，故宫鸡架小烧烤，鲜博士鲜奶少不了。不光这些啊，我媳妇儿在家给我做饭呢。我哎呀，呛，哎呀，媳妇儿，我做的啥呀？这是麻辣烫。哎呀，正宗重庆麻辣。呛啊！哎呀，这硬菜呀、啊，这得赶紧的把我的尖装拿出来啊。好，我去给你取。王瑞，以后少找我，我不认识你。咋的了？哎，别！爸，这咋的了？跟谁生这么大气啊？对门那王叔啊，我们俩下象棋啊，眼看我就赢了，他把我狙吃了。这老哥俩下盘棋，那吃个子儿不正常的事吗？一点水都不就往嗓子眼里生噎，那叫正常啊？哎，你闺女给你做好吃的了？她能做什么好吃的？你看，来，爸，你看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快看看。哎呀呵，你要不会做饭吗？以后你就别做啊！你这煮一锅催泪瓦斯，你什么意思？给爸盛一碗，快！来一碗呗！不吃！拉倒！烫着了，这俩这是？不是，你说他老这样，每次给他弄点什么，就好像要害他似的。为什么别人还没等说什么，他就先拒绝了呢？我真是搞不懂。你说你们年轻人。那玩意儿太烫的东西，视频上都说了，它对肠胃不好。就说这个生活常识，它就摆在那儿了啊。你们俩是不是经常涮火锅？是啊。那个毛肚啊、百叶呀、散蛋呐、黄喉，是不是倒热水里就得拿出来就得吃？是三秒钟吗？这说明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啊？消化系统它不禁烫。你说的那是牛的消化系统，牛都扛不住，你个二驴子就能顶住啊？我二，哎呀。行，确定不吃是吧？不吃！拉倒！又来了，干啥去，媳妇？到了的。你别！浪费了！你气不气人？那每次都。钱叔，哎！你在哪儿娶这么个媳妇？动不动就耍驴，这哪个倔爹生这么个驴姑娘啊？这不你这么个倔爹吗？爸呀！别这样，人家二米粒忙活了一天，给你整个麻辣烫，这不都是为你好吗？我用他呀。那人家是你闺女，这不是一片孝心吗？你这么老拒绝别人的好意，你这生活多无趣呀、啊！有趣无趣，我也不是一天半天了，我好几十年了嘛。爸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你看，前一段时间你过生日，人家二米粒跑了多少个蛋糕店，才给你整这么大个蛋糕。你说啥了？我整这玩意儿干啥呀？咱楼下就有卖的，就那个老式的无水那个蛋糕，可甜了。你等会儿，让街坊邻居们看看，就这么大个蛋糕，比月饼大不了一圈。那天是您60岁的生日啊，啊，60根蜡烛插在这么小一个蛋糕上，这玩意儿一点跟个流星锤似的。还有人二米粒上次出差给你带回来那么多保健品，你为啥都给扔了？买那个干啥呀、啊、还保健品？我不是有鲜博士吗？那鲜博士既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，不比那个保健品强吗？哎呀，这让我无法辩驳，鲜奶就喝鲜博士。这算你对了。爸，还有前天二米粒给你整这么大个榴莲，你为啥不吃？别跟我提榴莲，提这榴莲我就有气。咋了？你这榴莲啊，你看榴莲长那个模样跟个水雷似的，我闻一鼻子有味儿，咬一口有刺儿。咬一口那不得扒了皮儿吗？那皮儿不吃不糟践了吗？你吃皮儿啊，那得吃瓤啊，那瓤是臭的。哎呀，这不跟相声里说的一模一样吗？这不是，怪不得艺术来源于生活呀。爸呀，这你得改变呢。说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用哲学的话来说，这叫意识决定于存在，这明白不？你这个意思是不是说的就是我要想什么它就得是个什么？通俗的说就是这个意思。那我就想啊，我的二女婿啊，钱顺风，钱总，他就得是个大高个儿。我也想是个大高个儿。爸呀，我钱顺风虽然是个矮宝宝，
但是我一直坚持着对生活有着积极乐观的态度。嗯，我勇攀高峰啊，所以说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。嗯，我以前有这么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大家忘了没有？哪句？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哎呀，舒服啊！啊，爸，你要是也想像我一样这么舒服啊，以后对待生活你不能说不。那咱试试啊，试试啊，试试试试。去，给我拿瓶仙博士去。好嘞，我该你的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正式开始啊，爸，我觉得你应该给二米粒道个歉。我还是给你拿仙博士吧。哎，刚说好了吗？对待生活不能说不。不能说不，不能说不啊！我不说不，道个歉啊！啊，我不说。二米粒儿，不说不，不说不，不说。二米粒儿，不说不，不说不。干啥？爸找你。干啥？二闺女啊。干啥？对不起。嗯。对不起。干啥呀？这咋的了？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的感动？我还感动？我一动都不敢动啊！我爸今儿咋的了？你对我爸做什么？爸爸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？爸爸呀，不是，爸爸，不是我没事，我单纯我就想跟你说说对不起。爸，我要做错啥？你直接跟我说，你别这么整我呀！不是整你，我就想给你道歉。你看我在那是道什么歉？我应该跟你道歉。我从小脾气就不好，这不我惯的吗？我还驴，那随我。你说你不吃辣的，我给你整麻辣烫。你要整那个不麻不辣不烫的麻辣烫，我也能吃。我下回给你整面条呗。你给我做碗片汤就行了。爸呀，你说你要早这样多好啊！你不要拒绝别人对你的好吗？我那是怕你乱花钱，我那不是好心吗？你说话不好听啊！我是你爹呀，这当爹的是不是得端着个爹样啊？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当女儿的是不是也得有个女儿样啊？哎呀，你这样吧，你先坐，坐等惊喜，等着啊，爸。你看这多好啊！啊，你看看这，让你坐等惊喜呢。来吧，爸爸。肘子，你看回报来了吧？肘子啊！哎，咱是不是得整两口啊？把尖庄拿来，快上。没了，没了，咱给喝没了。咱家尖庄没了？没了。我这儿有。啊？哎呀，妈，藏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五粮液百年国民品牌啊，真正咱们老百姓喝得起的酒。来，说说。哎，爸爸，太好了，今天咱就喝二两啊，我保证不告诉我妈。哎呀，爸呀，你今天这种改变呢，我真的是特别高兴。这家还给我整饿了呢！啊，哎，这锅麻辣烫你俩是不是确定不吃了？不吃。那我呀，就化开心为食欲，我都造了它。行，你造了吧，你造了。爸呀，哎，以后你就得坚持这样。嗯，哎，对生活不能说不。嗯，你得说，对，是，没问题，妥妥的。对，是，没问题，妥妥的。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妈回来了，妈，哎呦，买菜去了啊，给我吧，快上厨房去。哎呦，我说老范头啊，我这一眼没照到，吃上肘子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还想喝两口啊？对。哎呦，我说这个死老头子，以前我嘱咐你那些话，你都当耳旁风了，是不是？你反儿了？是。这顶嘴还顶得理直气壮的，你给我出去！妥妥的！别！回来！哎，爸，哪儿去啊你？你快坐！姑爷啊，你快过来！你爸这是咋的了？这都要气死我了！你说，妈，你别生气，爸现在挺好的。这还好啊？哎呀，妈呀，爸现在正在变化当中，只是他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。啊？爸的嘴里以后再也没有不了。真的？你看，不信你试试。我回避一下。爸，您可得坚持啊。老范头，哎，过来一下啊，听听话呀。
老范呐，那个我想起了一件事儿。是吧？年轻时候咱俩搞对象的时候，我给你提出过一个问题，我说呀，我要和你妈同时掉到河里，你先救谁？当时呢，你说先救我。对。其实你心里头是不是就想救你妈呀？你得说是。是。这我都理解呀，其实我也是那么想的。对了，老范头啊，你能不能把你藏起来那酒给我拿出来？我什么时候？你得说没问题。没问题。那行动啊。啊。别说，这招真挺灵。这都我藏的。哎呀，没少藏啊。过来，老范头。哎。以后你能不能一个月满足我一个要求？就一个要求啊？啊。不过这一个要求吧，也可能变成十个要求。妥妥的，妥妥的。老头子，你变得咋这么可爱了呢？老头子，哎，你可继续努力，千万别变回去啊！妥妥的，妥妥的。哎呀，王老师，干什么东西？大白天又搂又抱的，他还在外边看。怎么的，跟那女婿打样？哎呀，打什么样啊？王叔，你咋突然跑来了呢？这不社区的小刘吗？啊，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当那个什么文旅志愿者。哦说明天早晨到小黑燕啊搞活动。我想我一个人去没有意思。你说，我想找一个啊，站在我旁边一个傻老头，就这么看着我，那显得我多机智、幽默，还有深度。看你那模样是不愿意去呗。行，我不强迫你，我打个电话告不去就完了。哎，刘儿，明天小黑燕那个事儿啊，我去。我，你真去啊？对，你同意了？没问题。哎呀哈，我那爸这怎么吃什么药了？不办杠了今天？王叔啊，我爸的嘴里永远都没有不了，是吗？只有是，没问题，妥妥的。真的？你不信你试试。啊，那我得试试。你试试，你试试。老范头，你是个臭棋篓子。是。以后咱俩下棋，我五个卒子可以当巨石。没问题呀。那这个局我就不给你了。妥妥的。摆上摆上摆上，来一盘摆上。咱俩谁先走？您是我哥呀，您请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老范。来，我这五个局，将，寡，你输了。我死了，输了，妥妥的呀。多有意思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我跟你说啊，老米啊，他废了，这辈子别想赢我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咱们小区的棋王。老王头太狂了，你是棋王啊？对呀、啊。老头子，哎，满足我第一个愿望。说。搂他，不惯他毛病。当头炮。红军。这是主，你让我当玩赖，让我当律师，看见了吧？这才是生活，咱们要学会对生活多说几个 yes， 生活才会回馈咱们更多的惊喜。我说的对不对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摆上摆上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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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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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